我来讲有关宗教的消息啦吼。啊，今年是2015第一礼拜吼。啊，我先来讲起讲，去年啦，2014，照这个Religion News Service 的一个记者讲，去年宗教的代志有十代。宗教的消息啦，吼啊，所以我来介绍这十项的消息啦，吼。第一是这个 ISIS 的，这个 Islamic State 吼，这个是极端的这个回教的组织吼，甲美国人、欧洲人安尼斩头了，这斩头暗年安尼，佮迄落困住。真侪少数的即个宗教甲民族啦吼，啊，伫即个 Nigeria 有200个查某囡仔拢互伊 kidnap 去啦吼。第二项，关于即个 Pope Francis 哦，伊从选做即个教皇了吼，足侪大个消息啦，因为伊要对。这个天主教来改革了吼，一般天主教较开放的吼，拢对伊有肯定啦，感觉伊是足好的这个教皇啦。但是天主教嘛有保守的，啊保守的就无爱伊。这个 Pope Francis 有讲到足济题目，啊伊拢足开放，伊嘛有讲到进化论啊这个。这个叫 Big Bang， 伊拢接受哦，迄是迄、那个保守派的信教的吼，未接受，但是伊这接受啊，关心善良人，对同性恋的，伊讲 Who am I？ 我可以当人批评人同性恋的吼，这伊也是尽量咧提高这个女人的这个地位啦吼，啊加和。各种的这个国家拢有这个会当参与伫这个天主教的这个 College of Cardinal 是迄、那个这个天主教相关的这个组织，因是咧选这个教皇啊，互人选也是拢对迄个 Cardinal 伊个即落做对遐出来了吼。第三。讲信宗教的人伫美国吼，安尼美国甲欧洲吼，拢一直咧减少啦。啊，这个吼，我拄啊，即期的 Christian Century 的这个图吼，啊，这标题啊，有咧讲起讲吼 ，When a congregation dies， 这篇文章讲起美国吼。每一日差不多有九间教会关起来了，九间哦，每一日。啊，这个教会安尼关起来，讲那像迄个人吼，活甲老花啊吼，啊都爱老化，啊都爱死烧香啦，有的教会就是安尼啦。啊，迄个原因吼，有的是讲经济原因。经济啦吼，因为去教会人足侪拢是老伙啊，啊查某人啊无啥物钱啦吼，啊袂当请牧师啦吼，啊所以就一直经济就无好。不但安尼讲无迄个 vision， 对将来无迄个计划，迄个梦想啦吼，啊所以即款情形，迄个教会拢会渐渐拢无去啦吼。但是咧，伫世界吼，一南部讲即个基督教拢渐渐咧兴起来人数，因为基督教本来是伫欧洲、美洲，即是北部北半球啦吼，啊，即马基督教北半球人数拢一直无去，拢走去南半球，南半球是咧指亚洲甲非洲啦，特别非洲啦。啊，非洲去遐个基督教吼，
含这个北美洲吼，较无像，拢是林恩派啦。迄个比较较迄个 developing 啊，较 undeveloping country 吼，因的宗教的个性较属于款迄个安尼爱叮当爱讲方言爱即款的。第四的这个大的 news 吼，就是讲以色列甲巴勒斯坦的冲突啊吼，讲伫加沙，古那礼拜前啊，几个月之前底下拢战争啦吼，不但安尼，这个巴勒斯坦的人啊，将这个以色列的会堂吼来轰炸啦吼，啊，所以这个也是大宗教的大消息啦，第五的大消息，就是讲起讲这个苏联有年25年前。苏联25年前安尼崩溃了，哦，啊，所以本来是一个天主教，不是天主教，本来这个苏联有年是基督教的国家，啊，变25年前，啊，无迄个前国变作共产国家，共产国家就是无神论的国家。25年前，这个共产主义崩溃了，吼，讲东正教拢兴起来了，基督教伫即个东欧的部分叫做 Eastern Orthodox Church 啦。咱几礼拜几个月之前有请即个 Greek Orthodox Church 的 Father 来遮讲吼，讲即马苏联吼，诶，即个总统吼，普京也是热心诶，即个东正教诶教导啦吼。啊！伫共产主义迄阵，这个苏联吼，足侪教会拢关起来。啊，即马讲渐渐咧改修理，啊，互伊会当做教会啊啦。啊，讲这个苏联有这个 spiritual revival， 特别是这个40岁以下吼，对这个宗教安尼诶，这个热情。第六。讲起讲，去年吼，这个美国对同性恋的这个看法吼大改变啦。即马对伫去年吼有35州认为同性恋的结婚是合法的啦。迄是2014啦，啊，2013迄个今年吼，较17个州。认为同性恋结婚是合法的17，啊，过一年变成35啦。啊，伫这个，这个 Los Angeles Times 有画这个地图吼，迄、那个红红，迄个是一个无合法的，啊，剩的遐拢合法啦。啊，这个布朗这个所在吼，是渐渐在讨论吼，以后会当会渐渐会合法啦。啊，安尼讲起来吼，美国吼。足紧哦，会变作拢合法的啦。第七项是讲起讲伫即个 Burma 即个国家吼，有即个佛教甲即个佛教的冲突啦。即个 Burma 是一个佛教的国家啦，但是即个佛教的国家，佛教是拢。偷走入来，对 Bangladesh 安尼偷走入因个国家，啊，引起这个冲突啦，啊，所以底下讲普通不教徒无咧杀人吼，无咧战争个吼，讲底下有咧战争，有咧流血啦吼，这是较例外啦吼。第八项讲到讲这个神职个人 clergy 吼，就是咧。牧师啦、神父啦，即个吼，讲拢去年中吼，发生即个性侵犯的啦，也是贪污的，拢有啦。即个天主教、新教甲即个 rabbi 吼，犹太教拢有。第九项，即摩门教会的领袖，安尼。为着即个要透明吼，
这 transparency campaign， 讲公开讲起讲 Joseph Smith， 因这个摩门教的这创始人，讲有娶至少40个某啦，40个，啊，其中有一个是14岁的查某囡仔，啊，娶做某啦，啊，即马较敢公开讲出来，啊，第十项是这个关于讲出名的人去年死的啦吼，其中有讲起一个是伫这个Holocaust 的 survivor， 哦，到个现在还阁活咧，到去年还阁活咧，到去年较死的吼，一个是110岁啦，啊，一个是 Holocaust 的 survivor， 啊，讲是出名的钢琴家啦，讲 Alice Summer 啦。啊，其他啊，還有其他的啦吼。啊，即马来讲起这个 Presbyterian Today 吼，讲一项这个家庭制度的变化吼，啊，含这个很多话讲的也有关系啦。讲一个比较啦，美国60年前甲现在吼，家庭的制度有咧改变啦。第一，讲。现在吼，愈来大家结婚吼愈老，拢渐渐较侪岁咧结婚啦吼。这个六十年前吼，查甫的平均结婚是23岁啦，啊，现在是29岁啦，23变29啦。啊，查某的60年前结婚呢是差不多20岁啦吼，啊，现在27岁啦。啊，第二项。讲起这个，较侪人咧有这个 premarital sex 啦，60年前这是真严重的代志，即马拢婚前的这个性行为吼，真普遍。第三，讲起讲 cohabitation 啦吼，讲真侪人不爱结婚啦，拢要爱同居啦，同居的人。渐渐多啦，啊，所以讲这个私生子，那同居生的囝，拢算作私生子啊，唔是正式结婚的吼。讲60年前是私生子吼，差不多5%，啊，即马现在有41%生出来的囝仔拢是私生子啦。啊，第四项是 divorce， 离婚，哦。以前离婚真少，啊，现在离婚足侪啦吼。最后一项就是讲 support same-sex marriage 啊，个 interracial marriage 啦吼。60年前吼，这个种族的结婚吼，这是有的州拢不合法的，你黑人甲白人结婚袂使吼，有的安，即马拢袂要紧。不但安尼同性恋、同性的结婚，迄以前拢嘛是犯法的，即马拢袂要紧啦吼。而且有个讲起讲，啊，圣经内底嘛讲到即个婚姻制度、家庭制度嘛咧改变，因为阿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拢是多妻制呢，伊拢娶真侪某呢。啊了后，佮变作无农家咪，讲一夫一一男一女的这个婚姻制度，这是渐渐演变的。啊，伫圣经迄站，多妻的制度无犯罪呢？啊，你即马现在你基督徒，你要娶较侪某吼，就讲迄是犯罪啊啦。但是你讲要用圣经来证明吼，有人咪使讲阿伯拉罕是这个信仰的祖先，伊都娶较济某，伊会使。啊，你想哪里袂使？啊，伊都信仰的祖先啊。啊，有人讲用圣经来证明啊，证明讲是甚物是对唔对？啊，所以对这看起来，咱就爱知讲这个宗教甲这个社会拢互相的影响啦。社会，迄个伫较部落嘅社会，即、這个多妻制度拢真普遍，影响到宗教啊，宗教渐渐也影响到
社会互相影响啦。最后我来讲一个，即个讲无即 atheist church 啦，无神论的教会啦。哦，你嘛即个听了是安尼矛盾啦，讲无神论，搁有一个教会吼、哦。啊，即是咧讲2013即个无神论的教会吼、哦，对于英国开始啦。啊，拢即马普遍去啊！啊，伫去年伫即个洛杉矶，也是三星啦。啊，即、這个无神论的教会吼、哦，伫洛杉矶吼，去年讲400+咧参加呢，讲那像是 mega church 烧香啦吼。啊，讲你去吼、哦，你会感觉讲啊，迄嘛亲像教会是安怎呢？讲嘛有音乐呢，啊嘛有讲道，啊嘛有咧读迄个文章 reading， 啊嘛有咧 quiet reflection， 就是 meditation 咧，那像咧祈祷，拢有啦。今仔一项无就是讲，底下讲上帝无啦，是无存在安尼尔啦，出现拢差不多是像啊吼，啊讲那叫这个。这个 Pew Forum 哈、哦，2012讲起讲地理讲哈，即马差不多有20%的人，因讲无迄个 religious affiliation 啊，讲因无附属伫任何教会啦吼，讲迄、那个这个 non affiliation to religious organization 哈、哦，这20%有的是无神论啊，有的是讲，伊是 spiritual 啊，但是伊无咧，唔是 religious 啦吼。啊，这个，只头前也够有位同坐哦，啊，遐椅啊有个人徛咧吼，嘿嘿，遐边啊拢有椅啊。这个无神论的教会吼，当家叫做 Sunday Assembly 啦吼。因后因的迄个 motto， 因的标头啦吼。因讲这个无神论的教会吼，的三个这个 motto。就是讲 live better， 爱生活更加好诶。第二，讲 help other， 来互相帮助呐。那唔通讲无神论呢，都未帮助别人呢。啊，第三 wonder more， 对世界即个神奇诶物件，还是科学诶即个创新有一个安尼。安尼，这个 wonder 的这个感觉啦吼。啊，因咧讲起讲，咱那较保守的基督徒，拢想讲这个无神论的，拢是歹人啦。无相信这个天堂地狱，这种拢是歹人，不在因做吼。讲唔是啊，阮吼，又讲起讲吼，讲 we are charitable。我們會去幫助一個自身的人呢 We are good people We are good parents And we are good citizens 我們都是好的、啊、這個說兩年前才開始說現在在世界已經有70的無神論的教會了、啊、這個1月初、喔、這個在 Chapel Hill家也是搁一间出来了吼，啊！伫家因有搁讲起因的不但因的 motto 这三句话，因讲因的 mission 是 help everyone find and fulfill their potential。因这个组织要帮助人将咱的潜在、潜在的能力会当发挥。Our vision。讲因为因的梦想，阮的梦想是吼，这个 Sunday Assembly 就是这个因的教会啦吼。In every town, city, village,
讲爱好美国，大个所在拢有这个无神论的教会啦吼。啊，即马讲已经传播伫真济国家啦，有 South Africa、Brazil、Germany、France、Netherlands、Belgium、New Zealand、Singapore、Hong Kong、Canada， 拢已经有这个无神论的教会。啊，咱咱爱知影这个世界是多元的世界啦吼，爱互相尊重。有的人感觉讲神都无存在，因都无法度通相信啊。讲你都无法度通甲证明讲有神的存在，你科学嘛无法度啊。所以因无要信，有迄个原因啦。但是因的生活嘛是讲到爱。有这个道德啊，有这个和平啊，有这个互相帮衬，所以咱唔通讲误解，哦，咱这个会吼，即就是要互相宗教、互相了解，啊，互相学习，有好的咱学习，啊，互相合，啊，来合作啦，吼，我讲到这为止，多谢。